许多民众呢到庙里习惯用现金来支付香油钱，不过现在呢悠游卡也能支付，一次扣款100元，香客不必掏现金，捐款逼一下就完成。金融服务扩大，小额支付让祈福跟上商业潮流。我们这个义工阿上啊，他们本身不碰钱的，也没有办法找零钱，所以呢，有悠游卡公司有跟我们合作过，逼一下就是一个100块。银行看准信众虔诚，庙宇金流需求庞大，也纷纷抢进信用卡业务合作。每年大甲妈祖绕境吸引数十万信众参加，让台中商银抢下发行妈祖卡。另外像是和库结合鹿港天后宫，而华南银行去年则推出大甲妈认同卡。另外包括台新和一卡通先后推出妈祖平安卡、财神卡等，像平安符一样，每张卡过香炉，保佑持卡人平安又发财。 ATM 呢，过年的时候啊，是给年轻人比较方便，因为老年人啊，他们都比较对家里的那个点灯都很仔细。数位化下少不了客制化专属服务，永丰银行 ATM 进入妈祖庙一年多，明年1月1号再度开放民众线上点灯安太岁，让祈福更便利。三立新闻许志荣、陈怡杰台北采访报道。而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。